根据所给的题目，两队队员依次用5、4、3、2一个字数来进行回答，回答不出或回答过慢，则队友需要接受淋水的惩罚。谁接受惩罚？要不让要我去吧，我去吧。怎么那么多人去呢？别，你是女生。于树清，我来，我快去坐着。但是你们坐前面，我在这儿死定了。算了，我来吧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看人家，那我们王八家族派谁呀？哎，这两个人真是懂事儿，太主动了。要不姐姐来吧？来呀。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，很多题目都会和动漫以及各位相关。成哥五个字啊，做好准备。5、4、3、2、1。没事没事，答不对，希望弟弟妹妹们体谅就好。王牌家族，请听第一题。请问，腾哥最适合演什么动画人物？开始，五个字。金刚葫芦娃、哪吒闹海、猪八戒、悟空。猪。真解恨，我听着都解恨。里面有问题哈，适合哪个动画人物？哪吒闹海。哪吒闹海是动词。对，适合哪个动画人物？哪吒闹海就牵强。闹海吗？闹海是个人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行吧，做好准备啊。小时候妈妈不让你看动画片，你怎么向妈妈撒娇？开始，五个字。给我看看吧。就看一会儿。就看一会儿是五个字。五个字。对不起你、啊、抱歉抱歉，忍一忍。警长警长、一个四川人非要说北京话。就是一会儿会儿。我想考验一下王牌家族，哎，作为一个销售员，考一考你们，怎么样向顾客很好的推荐 vivo S12系列手机？拍照很自然。我接个四个字，1亿像素。好吧，很轻薄。腾哥两个字，买它。可以。林姐一个字，好。通过这道题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。我们对 vivo S12系列手机非常了解，已经被 S12实力圈粉了。种草了，种草了！恭喜王牌家族答对这道题，也恭喜小童、小宋在后面依然保持着干爽。接下来，我们请林姐用 vivo S12给小童和小宋一起拍个照，感受一下 vivo S12先锋影像旗舰的魅力。趁着你们这会儿妆发还挺好，先拍一点吧。对，因为它主摄有1亿的像素嘛，所以会非常清晰。待会儿你后面那个狐狸都要，后面就这样了，真的都这样。装一盆。来拍二位大长腿。vivo 怎么拍都好看。趁我没时间给我拍这个，我一会儿给我儿子看。你是什么羊羊啊？羊羊羊，暖羊羊，懒羊羊。爸爸是懒羊羊。Hello。阿姨是美羊羊。请问花花最希望拥有孙悟空的什么超能力？五个字。耳朵金箍棒。耳朵金，这个耳朵金箍棒是啥？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。耳朵金箍棒谁听不懂啊？我听不懂啊，听不懂。四个字。36计。人家那是72变。花花最想拥有孙悟空的什么技能？36计。不是，他说了一半，他后来才72变呢。对、啊，他36计，那个计指的是36个技能，一个技能是两招。哎，给你能掰的。你们自己服吗？你们自己服吗？我们自己糊弄自己，还糊弄不过去吗？舒心听题啊，如果你是蛇精，葫芦娃跟你说什么，你才会把爷爷放了？开始，五个字。给我买衣服。烧你洞府。真可爱。帅哥。帅哥帅哥。你这个过分了。不是你跟爷爷说，是爷爷跟你说。
蛇精把爷爷抓住了，帅哥，蛇精就给放了，为什么？我以为对爷爷，给我个解释。我以为对爷爷说，对爷爷说帅哥，虞书欣要第一问就撕了。好透啊，这次教的。我是不是站得太实诚了？黄明昊，要不要换虞书欣？要换，要换。换我，换我，我来，我来，不行了。换我，让我来吧。我们可以换吗？你们不要换换吗？你们答题答得可以，你看看这两位。你们凭什么说你们可以？丝毫没有想动的意思吗？这俩像玩通宵一样。这两天下了一个，一会儿完你俩换班，轮着上，你俩轮着上。真的，换一个人，换一个人。你这样，你在后边点兵点将，不要让他们看到，他们看不到你，你告诉我就行。听你的吧。啊，听我的。选哪个？点兵，小公鸡点到谁，我就选谁。刚不是应该腾哥花花，好啊，腾哥花花呀，花花呀，哎呀，选了花花，真是腾哥，人点的是你，不可能，腾哥太狡猾了，加油啊，花花，花花你可以的，花花，花花这身衣服我跟你说越来越沉，糖水这身衣服，请听题，说出一句《西游记》的台词，开始，哇塞，这有点难啊。师傅，你在哪儿？妖怪，妖怪，别走！紧箍咒，师弟。也是一个字。啊啊！不错啊，不错啊。你一个师傅，一个师弟的，就来回喊呗。那也没办法，师弟。请听题。小蝌蚪在路边问月月，月月哥，我妈妈在哪儿啊？月月该怎么回答？开始。反正我没吃。四个字。你没事吧？在家里。那儿看看。哦。喂，怎么回事？翻车了。那那看看。请听题。灰太狼没抓着羊，回家怎么向红太狼交代？没看见羊群，羊群在哪儿？哪儿？来，零。哪儿？儿化音。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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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羊群在哪儿？他是湖北人，是的。湖北人，你看话说，羊群在哪儿？白喇，白喇。我那就看一会儿。你那会儿可不行。哪儿行，火儿不行，喇是可以的呀。湖北人说哪儿就是说的喇，确实，湖北人确实说喇，是的，是的。喇羊群在喇，湖北别的我不知道，确实说喇。小童三个字，应该吗？应该吗？哎，这个可以了，两个字，瞎呀。一个字，这不，那咋的？他媳妇刚吃完，吃完了，他媳妇刚吃一个羊，不是。不是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总算抓住了，没抓着羊，打什么宝？没抓着羊，出来过来以后，自己吃完了。但是我们的题目是红太狼怎么说的？灰太狼，你这个我都不愿意帮你圆了。不是，咱俩换位置，别总我最后一个字儿，你最后一个字儿了。一个字儿，那玩意儿咋说呀？请听题啊！沸羊羊向美羊羊表白，美羊羊该怎么拒绝他呢？开始，五个字。我不喜欢你，那可不行，你不配。哎呦，拒绝。嗯，什么？这啥？这就是浪的拒绝人家。拒绝。怎么？不符合题面。怎么？我很礼貌，完了我也很含蓄，我也不知道你想，你也不知道啥。这个腾哥这个发音其实是切，但是他就是就这样了一下。他就是相当于洋语咩咩，对咩咩啊咩。下次也给我们一点解释的时间行吗？我们这儿太快了，这人对我们还没解释呢。来，听你们解释。杨迪，请评价猪八戒在《西游记》中的表现，五个字开始。什么都没干，就吃东西，很棒呀。睡懒觉。哎，我是两个吗？我来，
帽子摘了，来。对，或者杨迪，你帽子不摘，你稍微仰点头也行。我摘了吧，我宁愿摘了，我不想仰着头。哎呀，我头发都快干了。来，小时候妈妈下班回家检查，发现电视机是烫的，你怎么解释？开始，五个字。为什么这么烫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哎呦，才七个字儿。连演都不演一下了，是不是？你就直接何必弄那么大一圈呢？你就直接让泼我得了呗。王牌家族同样个问题，电视机是烫的，怎么回答？五个字。是不是漏电？问我爸去。不知道，漏电。妈。哎，这个镜头，多少孩子真的是童年时刻？那肯定的，这就特别像我。不解释了。有要换人的吗？没有啊。还去啊？还去啊？那你去啊，你去啊。哎呀，我来。好。去啊！没一个人拦你，自己演了一段戏。快坐，弟弟，快坐。所有人都等着你迈出那只脚呢。我来。请听题啊，做好准备啊。小时候考试成绩不好，又想让家长签字，怎么办？开始，五个字。妈，我下次改。哦，下次满分。分。分下次满分，分不行，满分，哇，这也不行，不行了，我真想拿把小刀分的那种。下次满分，可以，分他说的是分，不是，你比如说我们在考试卷上写的时候，没有人写是满分儿，但是在哪儿是要写一会儿是一会儿，表示时间更短一些。对，这都能给我解释过去，没有天理，王牌对王牌。我真的觉得陶哥和花花的解释非常有道理。小宋三个字，没考好。没考好你就认了呗，就是很坦诚是吧？是，两个字。我改。一个字。妈。哥，你的童年站起来过吗？上学也得站起来，在家一般好像。通用，你这妈通用。不是，问的都是惹祸的事儿。他也可以换娘，也跪那儿一。而且玲姐刚才那五个字的时候是什么？我下次改。两个字是我改。词语匮乏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哄自己玩，关键是到他这儿全通过。月月，请听题：如果牛魔王加了你的微信，你会用哪几个字跟他打招呼？五个字开始。妹儿。快来！你连我是岳云鹏都说不出来是吗？你加他微信，我是岳云鹏，我黄明昊，于书欣，云鹏，浩，我帮你们。我想抖一包袱，但是就没抖出来，包袱都在我这儿。我们这儿没有到过一个字儿的时候。要我命了，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我来。舒心，请听好，黄明昊是金刚葫芦娃的第八娃，他的超能力是，开始，五个字。变帅，大魔法。展现魅力。三个字。分身术。起飞。滚！傻！这不怪我，是有个人在我旁边。霸王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招数呀，往地上这样子。对呀，等下我们的超能力是滚啊，没有问题吧？哎，这问题在哪？滚不是超能力，滚得比人和人都快。那就
是你得说滚得快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